俾咗啊，是好开心。但系男孩净系想问树有冇钱，树就让男孩摘晒啲苹果和树叶去买。树好快乐，又过咗好耐，男孩又翻嚟啦。今次男孩整容屋企嚟咗一位客人。佢带咗一男女子嚟探佢哋，嗰个女又圆又大，味道仲好吸引添。于是爸爸就请孔融将啲男去附近嘅河边饮水。佢弯腰嘅时候唔小心伸长嗰个裤头跌咗落河入边，因为全屋企其实好穷噶，嗰把系屋企唯一嘅斧头，如果冇出去就冇得斩柴同埋搵钱养家噶啦。一谂到呢度，全副忍唔住跪低下啦，佢就喺度喊啦，跟住有个小仙子就问啦，你点解要喊啊？跟住咧，全副就话啦，因为我唯一嘅一把斧头跌咗入湖里面啊。跟住咧，小仙子就话啦，好啦。彩彩爸爸发咦，爸爸你翻嚟啦？系啊，王兄我翻嚟啦。爸爸你上床瞓啦，哇张床好温暖啊，多谢你啊王兄，我你真系啊好生好生。时间咧就换翻件衫梳翻个头，咁就变成好娇美个姑娘啦。佢一速到去，啲箭又见到佢。吓住一跳啊！原来化妆君系女仔嚟噶。花木兰就同啲士兵讲啦：，请见谅啦，唔系爸爸年纪老嘛。有一日，老和尚同自己三个徒弟讲：呢度有三粒千年莲花种子，你哋将佢种出嚟啦。大徒弟要管，我好急躁啊！即刻就大树中种埋个种子，结果嗰粒种子被冻死咗。二徒弟，估下孔融拣咗个点样嘅梨？佢冇拣最大最靓嘅，居然拣咗个最细嘅梨嚟食，仲食得津津有味。爸爸见到咗之后，心入边就好高兴啦。爸爸就话啦：，点解你唔攞个大嘅，攞个细嘅呢？孔融就话啦：，因为我年纪。老虎先生，我送部最新款嘅 iPhone 20俾你啊！乜有咁客气呀？听日你识做啦。得，冇问题。比赛正式开始啦，抢正班好用心。好闷呀，有乜好玩呢？跟住然后佢就好快咁就冲落山啦，跟住就大叫：罗罗雕，罗罗雕，罗罗雕。哎，系咪有狼啊？系咪有狼啊？边度有狼啊？呢度点会有狼大惊小怪嘅啫？吓、啊，你个小不过我嘅长相同其他小朋友唔一样，自己静静一个人。其实佢都唔系好可怕啫。边度仲有狼？喺边度？我带埋啲村民都系一齐上嚟捉狼噶，喺边度？饮啦！但系个水樽好窄，我啲水又好少，我饮唔到啊！等我谂下办法先。我谂到，哎呀，好痛啊！我仲要为壮啲，个水樽可以饮到水添。你冇事啦，哇！冇事。不如我哋重新再谂个其他办法。先生，多谢你啊！咦，你个背囊烂咗，我等我
谢晒。不过树熊妹妹将六个狼带翻屋企之后，就随手一放，忘记咗。系呀，旧嗰个仲喺你屋企啊嘛！树熊妹妹一听到面都红晒。星期日，树熊妹妹喺公园见到小狐狸。小狐狸，你有咗朋友打波啊？系啊，打篮球要对心噶嘛，一个人都打唔掂啊！哈哈哈，我整蛊你哋噶啫。吓，冇浪噶。整蛊下我哋一次啦，跟住小女孩又对住山下面嗌。